便和你爸爸吗？恨，我一开始是恨他的，他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抛弃了我和我妈妈。但是现在，现在我不恨他了，最起码他是爱我的，他是最疼爱我的。无论他做错了什么，我都不应该恨他，不应该恨他。姐姐，我该走了。乐心，我很抱歉没给你带来幸运。姐姐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还应该感谢你。在我心里，你是最最最最尽职的保镖。要不是你，我根本撑不下来。乐心，以后不管遇到任何困难，你都可以联系我。就算没有困难，你也可以联系姐姐。从今往后，咱们俩就是姐妹了。你千万不要跟我客气。还有啊，如果将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，你也可以让我替你把把关。好好照顾自己。再见，小七。乐心她是一个勇敢的女孩，她一定会坚强下去的。你是怎么劝她的？我并没有怎么劝她，我只是跟她谈心。谈什么呢？谈青春，谈生活，谈珍惜，谈责任。你作为一个保镖，为什么跟她说这些呢？只是我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渐渐发现保镖他不单单只是保护人身财产安全，他还会保护人生当中其他重要的东西。我觉得如果我不跟乐心讲这些的话，我可能会害他一辈子。我并没有批评你的意思，相反的，我要赞赏你。我真没想到啊，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小丫头，现在这么快就知道去承担责任了。相比之下，他的父亲真的太不负责任了。是啊，乐心的父亲触犯了国法。其实话说回来，他还是没有丧失自己的良知。他是爱他女儿的，他为他女儿安排好一切。可是结果呢？乐心就永远没有了父亲。他母亲得精神病已经住院了，父亲给他的钱也好，出国也好，这都是乐心他自己想要的吗？并不是吧。乐心想要的只是父亲好好的陪在他身边，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而已。你说的没错，金钱不能代表一切，更不可能代替陪伴。当乐心的父亲知道自己错了，
后这一切都会是过完了。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，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。乐心把他父亲给他所有的钱都上交给了国家了，就是想来减轻他父亲的罪孽。他在心底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父亲。那我先走了。父亲的罪孽，他在心底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父亲。我一定会把我妈妈这几年受的委屈加倍偿还回来。你对她最好的报复就是向她证明你是最优秀的，用你的努力去征服她，击败她。等她认同你的时候，你告诉她你就是被她曾经抛弃的女儿，让他为他当年的离开而后悔。嗯，喂，你在哪儿？能见面吗？怎么了？我前夫王大芳找到我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那这样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烈火神盾调查你背景的事情，我只给熊寇海讲了你有孩子有前夫，但是并没有提你和王大芳的过去，因为我还提到你家暴的事情，毕竟这是离婚的理由。家暴是理由，但不是全部。那时候我太年轻，总想通过走捷径过上好日子。行了，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？再说你现在都已经醒悟了。小弟，谢谢你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严肃的感谢？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说吧，这回咱们怎么办？我是不是欠王大芳的呀？我都已经跟他离婚了，照理说他是好是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只是想好好的工作，把小雨带大，可他总是阴魂不散的缠着我。他这回摆明就是在捏造假身份，想让你保护他，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。可万一他要是真的遭人陷害怎么办？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情好不好？都是他自己作的，你甭管他。咱们烈火神盾一旦接了任务是不能退换的，完美主义负责到底，这事你忘了？我当然没忘了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？一点都不会变通。谁说让你退出任务了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任务照接呀，不见面不管他，不要接电话，只要三哥不管之后，他时间一长自然会放弃的。能行吗？当然不行了。哎呀，老陈，你怎么老偷听别人讲话呀？你们那么大声，我想听不见都不行。陈老，那您说我该怎么办？遇到困难就逃避，这是烈火神盾教你们的吗？嗯，可是现在王大芳他捏造假身份，想让张燕去保护他，目的就是为了要纠缠他。这种任务咱们还有必要去接受他吗？哼，两位美女，能把烈火神盾的十六字真言念给我听听吗？完美主义负责到底，无懈可击，超越极限。嗯，火狼女，那你说你是怎么理解负责到底的？就是一旦接受了雇主的任务，不
管前方有多少困难，就必须一定得保证雇主的安全。嗯，四方，那你说什么是超越极限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，超越自己体能心理的极限，尽力做到完美。超越极限就得超越自己的极限，通过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从而自己从中得到进步和成长。张燕，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其实啊，你一直在超越极限，你知道吗？你能够成为今天的此峰，这在几年前你还是迷茫少女的时候，你想得到吗？可是你做到了，就是因为你敢于直面那个最软弱的自己，所以你才能成为一个最坚强的人。如果遇到困难就躲避，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它，敢于对付它，你就会变得更强，从而跨过一个从前跨越不过去的坎儿。我说的这些你应该明白吧？王大方呀。四方，选择权在你自己的手里，我非常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哎，燕子，我被人打了，你快来保护我吧！你们烈火神盾到底有没有信誉啊？你人在哪儿？我就在我住的那个宾馆。好，我现在去找你。四凤，有什么忙需要帮，你尽管说。不用了，我的坎儿我必须自己过去。怎么，我脸上有花啊？张燕潜伏的事情你不会告诉熊阔海吧？不会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只要这个秘密不涉及他人的安危，那么每个人都有保留秘密的权利，不是吗？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哎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谁打的你啊？对方干嘛的你知道吗？你问这么多干嘛呀？哎，你只有提供真实的信息，我才能更好的保护你啊。做生意谁没有三五个对手啊？行了，你保护好我就行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做什么违法的事了？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如果是这种情况，我奉劝你尽快报警啊。报什么警啊，我花钱雇了你，你保护好我就好了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呀，
大爷呢。我累了，闭眼休息一会儿。好，我到地方叫你。在检查手机。手机怎么了？他们打电话威胁我，他们想弄死我。你自己看看，这里没有任何通话记录。你和他们是一伙的是吧？你想害死我是吧？王大方，没有人想要害你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得走。王大方，你大晚上发什么疯啊？怎么总是疑神疑鬼的？我什么疑神疑鬼的？你就是让我被人整死是吧？今天太晚了，只能从隔壁换到这儿，明天一早再换酒店吧。那你今天晚上就在这不走了是吧？你就放心睡吧，我不会睡着的。燕儿，我睡不着，你给我瓶水吧，我想吃颗安眠药。我还是喝啤酒吧。嗯，哎，你陪我一起喝一杯行吗？对不起，我们有规定，工作期间不能喝酒。我知道你不能喝酒，就陪我喝一口行吗？一口也不行。哎，
女人呢，只要变了心，可真够绝情的。你最好别跟我提什么情分，这样只会让我更恨你。爱之深，恨之切。你恨我，证明你心里还有我，对吧？你别自作多情行吗？现在我和你不过是工作关系罢了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燕儿，我想跟你说句实话，我真的错了。今天造成的这一切的后果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问题。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跟你说这些，我是盼望我们还能回到过去，让我像过去一样，好好的照顾你，也好好的照顾小雨。别跟我提小雨，因为你根本不配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。他没有父亲，他只有妈妈和外婆。你是这么跟孩子说的吗？你不怕其他的小朋友会笑话他吗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，单亲妈妈不是很正常吗？从他出生到现在，我一直没有见过孩子。上幼儿园了吧？他的事儿不用你管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想说，我希望我们还能回到过去。我警告你，我们现在一家三口过得好好的，你别想在中间插一脚。小雨是我女儿，跟你无关。我知道我跟你谈复合是不可能了，我不指望做你的丈夫，但是我好歹还是小雨的爸爸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没有好好的照顾她，我不配当一个父亲。但我只想着，小雨有一天要爸爸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让我看一眼。吃啊！哎，王大芳找我，说想跟我一块抚养孩子。他想见小雨，你说我答应他吗？从朋友的立场上，我不赞同答应他。但是从小雨的立场上，我觉得你应该让他去见他。你这说了跟不说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跟你讲个秘密吧，关孝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关孝是我的继父，我从小是被他抚养长大的。那你亲生父亲呢？找到了。认了吗？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认他，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如果现在突然认他了，我怕我会不习惯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也应该让小雨不再过没有父亲的日子了？嗯。你怎么弄到我的联系方式的？我就不追究了。现在音频也开了，你倒是说话呀。不管你想要什么，签名照、影碟、海报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请你以后不要再跟踪我了。这些我早就有了。那你说呀，只要你说得出来，我都可以满足你的。我想抱着你，什么也不做，安安静静的睡一晚上。猥琐、变态、混蛋、恶心。
香娜小姐，有事吗？那个变态上网了。你尽量拖延时间，拖住他，我想办法。好的。小雨玩得高兴吗？妈，小雨，你认识我吗？看，这个送给你的。妈妈怎么教你的？收到礼物要说什么？谢谢叔叔。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你看，小雨平时挺怕生人的，怎么这一会儿就这么亲热了？妈，你忘了你以前怎么说他的了？这么快就心软了？怎么会呢？你也太小瞧你妈了吧？我是那么容易心软的人吗？就他，就送这么个毛绒玩具，哎，这点小恩小惠的就把你妈给收买了吗？那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？是，我是说呀，你平时工作那么忙，是吧？小雨就我一个人带着呀。你看那些小朋友，他们都有爸爸妈妈的，小雨多可怜呀，每天面对我这个老太婆。你别看她小，小孩子她不说，她心里明白。我们也知道，你这个家庭确实不是完整的嘛。有什么不完整的？别的孩子还没有外婆带呢。咱怎么说也是三口之家，对吧？嗯。哎呀，你说的这个三口之家和我说的那个三口之家是两回事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子不能没有妈妈，也不能没有爸爸。你说他愿意抚养小雨，愿意定时来看他，多一个人疼孩子有什么不好吗？啊？但是，好玩吧？他以前怎么对你的？我都记在心里了，我到死我也不会原谅他。可是，他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呢。亲生父亲又怎么了？谁知道这个混蛋是真心还是假心啊？好了好了，你看他们玩的多高兴啊！看妈妈，看妈妈，哎，看妈妈！你看，这种社交网络的 IP 难查吗？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挺难的，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啦。搞定了，太棒了，粉红豹，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可是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，会有危险。如果对方使用的是手机上网功能或者笔记本的话，他的信号会随时移动，我的手环可以跟踪他的定位。有道理啊。稍等一下。OK， 走了。走。啊，哎，好。
那跟叔叔再见了。叔叔再见。好，下回见啊。我走了，嗯，你可小心点儿。妈，您慢点。小雨，跟妈妈再见。妈妈再见。你之前跟我说的事儿，我跟我妈商量过了。怎么样？你们同意吗？你说要给小雨付养费，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不是之前已经破产了吗？还找我借钱，抚养费从哪儿来啊？之前虽然破产了，等过段时间这资金一周转，我把债一还上，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要不然，我哪来的钱雇你当保镖啊？你可要想清楚，抚养费一旦给了就不能断，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宁愿不要。怎么会呢？不管怎么样，小雨也是我的亲生骨肉啊。燕儿，说句实话，真的挺感谢你的。我求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真的会好好待你和小雨的。相信我，你别碰我，别得寸进尺。你不过是小雨的父亲而已。一直没有移动。啊！把你送到公安局能关你十天半个月，你信吗？十天半个月哪够啊，像他这样得关个一年半载的啊。不至于吧，大哥，你们饶了我吧，我求你们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，自己跟警察说去吧。别介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发誓我再也不去骚扰他。小子，我告诉你啊，生活跟幻想那不是一回事儿，知不知道？你可以理智的追星啊。打开连接。过来。
你的变态，亲自向你道歉。原来是你，我见过你好几次。我是你最忠诚的粉丝，每次发布会我都有参加。女神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去骚扰你。以后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了，明白吗？小子，如有再犯，绝不轻饶，明白吗？走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子枫。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居然同意王大方去见小雨，还同意跟他吃饭。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，我不想让小雨让别人看不起。他算孩子哪门子的父亲？他尽过一天当爸爸的责任吗？可是我感觉他对小雨的感情不是假的。我只相信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相信一个家暴的人一夜之间会变成一个大善人吗？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你放心，我只是答应让他见小雨罢了。我也是想让女儿多个人疼嘛。你就是想太多了，小雨有你和外婆就够了呀。你没当过妈，你不懂。好，我不懂。你女儿就是你的死穴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，小菜一碟。你粉红豹才是真正的美貌与智慧并重，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大明星来电话了。喂，大明星。还要感谢我？怎么感谢啊？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大明星说要请我吃饭，那你答应了？啊？她那么漂亮，你不会喜欢上她了吧？怎么会？动动你的脑子好不好？人家是大明星，我呢就是一个保镖，你想太多了。怎么看不上了？我觉得你比他们都好。行行行，行，上去吧，粉红帽。拜拜拜拜。